摄影机的时候是在帮各位拍照，因为我要准备做影片给你们看，包括待会儿的舞蹈啊，我们全部会摄影下来，所以你们待会儿不要打混，你要好好跳舞啊，因为我们等下要上山，所以说呢。这个光蜡树哈，它叫白鸡油，还有那个榉木哈，榉木叫红鸡油，榉木就可以当砧板的那个，它是蛮扎实的。养猪、养牛、养羊、养鸡、养鸭、养鹅，我们在这个干嘛？在它的嫩芽呢，拿去喂猪。所以以前的黑毛猪啊，非常好吃，就是因为吃了这个叶子，所以呢，各位。很多东西是可以好好善用的哈。我爸爸每次讲一句话，
人类要跟动物学习，可是动物比我们人类要更聪明。我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，只有爸爸自己处理掉了，所以我爸爸的脸蛋超级漂亮啊。所以在我爸爸就尽量靠同一边，多用的健康五个要件，好，我们在隧道口等一下下，不是蚂蚁窝，蚂蚁窝，好，我们在隧道口稍微等一下下，补充一些水分。OK， 来，这样跨出去啊，可以从这一座山跨到另外一座山。它的阳具大到什么程度？蹲下来也可以当桥来运用。它非常坏的，它每次一架桥，女孩子上来，女孩子全部过关了；小朋友上来，小朋友也过关了。剩下谁了？男人。马都时候。马都时候。没有关系，你妈妈会帮你准备的。铺鞋子啦，铺鞋子就好了。那时候来改良。这个小朋友说哈，他说我去日本，他们蛮高的啊，还好啊。他说我要听到德荣先讲了，我到日本，我就跟他们讲，花莲有个泰鲁格族的朋友说哈，你们比矮的。妈妈没有更矮的这么嚣张啊。那姑姑啊，这个我准备留下来了，不要那个。再生一个双胞胎，你看。下次鼓励你，你爸爸跟着妈妈来，只要手牵手来扔，全程一拜就有了。看这个证据就知道了，因为那棵树本来就很大，那个轮胎绑在他的身上是看起来。好，那边看完了，可以过来喽。德荣准备介绍，这个地方非常的精彩。它叫弯月峡谷，为什么叫弯月峡谷？没事儿。好，来喽，集合在一块喽。好，一、二、耶，再来一个，一、二、耶。好，换你了。好，换你了。大家好，我们等一下，我说站位，大家就比站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下去玩水喽。直接下去了，就泡下去了，多舒服啊！这边有个泡来，直接下去泡。
啊，过来啊，过来，走那边。检查哨哈，走到检查哨，然后出去一些些，就下车的地方来搭车。陈秘书，你知道他吃完后会怎么样吗？再吃那个酸的东西，你都不觉得它酸的？对啊，我家有这种哎。真的，我们家也有。Thank you.
我没有偷拍。爸爸也追上了，你看看，可以过来接了。老师待在那边。对。好，你们是第一名的，耶、yeah, ！好了。哇，这个回来要被妈妈看到，要被修理的，太棒了！你现在在读哪个学校？